我名字是 Kenneth， 我遇到 Jay 呢，还有他的伙伴那个叫做 Rudy， 他帮我们找了非常好的房子。那在这我想要 share 一点我的 experience， 就是因为是新移民的关系，没有信用那个 score， 那我在找房子的初期遇到很多麻烦，一再被那个房东给拒绝了。有一次在我看房的时候遇到了 Jay， 那他帮我，我跟他说了我的问题，然后他很热心的说，虽然说我没有看上他所 list 的那个房子，但是他很热心帮我找了其他的房源，然后呢，他帮我一一的跟房东沟通有关那个 credit score 的问题，然后最后我们找到了这个。一个愿意接受我们没有新移民没有那个 credit score 的 background， 然后我们很满意我们现在的房子。我非常满意 Jay 的服务，他在各个方面都做得非常的热心，然后非常的仔细，包括你入住之后他帮我 check 所有的那个房子的大大小小的事情，然后这些对我们新移民而言都是一项非常好的服务，我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。那我相信 Jay 跟 Rudy 呢，他们这个 group 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公司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觉得您可以相信他们的服务。好消息，房地产经纪人请注意，保证您绝对能赚取最高的地产销售佣金，否则 Rudy Kusuma 亲自补贴您。 Rudy 将提供所有客源，包括买家和卖家，不需要打销售电话或敲门推销，买卖交易更快更容易。现在就电 Rudy Kusuma 626-598-8899 626我就发8899 BRE 01820322 Rudy Kusuma is an equal housing opportunity broker。